直女，一直凡事都以工作为主的女性，甚至连家人恋爱都能放一边。快来玩宝咖咖老师的化妆品占卜，测你的铁直女指数有多高吧！测验开始，请凭直觉选一种化妆品。选好了吗？来看解析。选唇膏的人，你在工作上总是拼尽全力，但如果觉得无法负荷的时候，还是会暂时休息一下。铁直女指数70%。选睫毛膏的人，你认为人生苦短，可以享受的时候就该好好放松，不让工作占据你的生活。铁直女指数10%。选粉饼的人，做事很有规划的你，会安排好工作与陪伴家人的时间，让两者都能兼顾。铁直女指数50%。选眼影的人，你很在乎工作上的成就，会不顾一切的把所有精力投注在工作上。铁直女指数90%。龙新闻台北报道。